文老师。魏宏达老师在哪里？魏老师在哪里？这个百管交集哈，就是总共有我们今天演出的团体人数总共真的是破纪录130人，所以呢，大家都今天见证到我们与世界接轨，庆祝 Adolf Sachs 200岁生日的这个活动，我也要赶快下到台下去。因为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，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是 I Will Follow Him， 这是《修女也疯狂》的主题曲。第二首呢 ，Rodesky。哦，等一下，魏老师，我们要献花给您。人在哪里，花在哪里？好，魏老师，请上到台上来。从旁边。魏宏达老师，由杨烟杨团长献花呀。然后觉响团他们有花也是要献给侯仁伟老师。觉响萨克斯重奏团。大合奏呢，待会儿第二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压轴好曲 Rodesky March， 就是拉戴斯基进行曲。我们的总指挥王玉文老师，老师等一下，如果指挥下去让你们大家一起鼓掌的时候，他会鼓掌大声小声，你们要按照老师的指挥哦，他是我们的总指挥，谢谢。Thank you.
谢谢。